以前都是你教我，现在该我教你了。这叫什么？风水轮流转。但你可惨喽，让你以前对我那么严，现在我肯定加倍还给你。胡子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没有丹田，没有经脉，没有真气，我如何做到？哎，放心，咱们还有元神在呢嘛。 只要不放弃，谁都打不倒咱们啊！不是放弃，是面对现实。没有肉身，一切都是子虚乌有。现实就是，你一定会像以前一样，相信我。 别说，这么看你还挺乖巧。今天日头好，晒一会儿就干了，晒个暖啊。哎呀，哎。